哦，你便是那个刚与娄氏退婚的程四娘子啊！哎呀，容貌甚好啊！我若纳了你，你我便是家人，家人坐在此处便不算坏了规矩。两位皇兄，是吧？武帝啊，你就是太长情了，才让父皇屡次训斥，怎么，坚决不改，是吧？ 武殿下不必惦记了，少商他已经有亲事了。哎，子生欺我啊！这满都城中何人不知城楼退亲之事？是啊，所以现在我可以娶她了。林将军，你莫要冲动，不要为了帮我。 把自己终身大事给毁了。寻常家宴不必如此拘束。娘娘，你怎么坐这儿？陛下，此事你这是。 臣请您代行长辈之职，向程四娘子提亲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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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朕还以为这件事啊要拖许久呢。如此说来，那就是今天。定下来啊，程阿姐，来来来。 程阿姐，子生10岁起呀、啊，就养在朕的跟前，如亲子无异啊。今日朕暂代扶植，想爱卿你啊，提亲，程爱卿，意下如何？